开始做社造，其实是从一群婆婆妈妈开始的，然后星期二的读书会啊，然后互相教手工艺啊，因为每一个人专长不一样，有的人 会教做包子，做板，我们的板，我们客家的那个水板红板，然后有的人会做手工艺，会讲读书会，这个也都是由女生来活动。你看这一群女生很强哎，这是刚刚大轮水上，所以我说前面有牛舌板做成的，要砌的砌，他们这是做到一半的时候砌那个凉亭，然后只有一个男生有没有看到，其他都是女生然后他们下的标题是虽然这虽鬼啊，女人很强花园营造自工队应该还有另外一个男生没有在照片里面，那个沈博士。那个嘉义大学演艺系的，当过所长、系主任，现在退休了。他我们都叫他锄头博士。他也住在这个村，然后他都有参与，只是他正好没有在这个照片里面。他是拍照的那个。对，所以我们叫他锄头博士，因为他农家出身的，本来读农专，然后后来才慢慢去考上大学去读研究所，变成教授。所以女生也可以做这种。劳动很厉害那个是大马埔社区早期地震之后他们有做庆东嘛，庆东社区妈妈教室，他们有很多外籍的那个新住民嘛，那时候20年前就已经有70几户然后600多户嘛，全村600多户就有七十几户的那个新住民，从大陆或东南亚来的那个的妈妈们，他为他们办师资班啊活动，你看很多带很多小朋友，因为小朋友没人照顾，所以他们还要另外找人照顾小朋友的，然后这是他们在发展的桂花蜜，包装已经提升很多了啦，不过最近好像停下来了，那个刘桂新他们，他去养老了，他女儿呢，女儿有接着做一阵子，那个客家美食的做事，就这几年停顿了，好。现在大毛埔有一批年轻人在做那个调查团，团窝，很好，本来就是这样嘛，你不能一直要人家做到，活到老做到老，我想学到老就好了，好，这是我们石冈妈妈剧团，其实这个不是开幕演出，这是开幕前一天，我们这个，民国，95年5月9号。哎呀，你们都会背跟我一样，但是这个应该是5月8号，这一天不是这是前一天排演，彩排，对，彩排，前一天彩排，所以这个就是5月8号是前一天，他们在彩排，对，土地公像他自己做的，那他们今天在梅子那个百年芒果树，20年后要演出一出纪念的戏，环境剧场就是会移动的。会从百年芒果树演到果园里面，演到最后演到火房里面，今天下午4点开园，观众会跟着移动，环境剧场，下午四点，在百年芒果树，然后会演进果园，演进那个，好像听说最后结束是在廖家火房。早上有座谈会，那个就是讨论会啦，有一些学者专家会来，还有影片的什么放纪录片啦，戏台顶的妈妈那个片子啦，还有今天晚上还有另外一部纪录片，戏台顶的妈妈是地震之后拍的，那今天晚上放的是他们这一次的戏的纪录片，他们在台北演过2场的。但是这一场不一样，因为台北是特定的剧场空间，这一场是在我们就是他们劳动的空间里面演，他们平常日常生活劳动的空间，所以这个你们没看过吧？环境剧场没有，就是环境剧场，就是不是在舞台上，就是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演出，那个有些剧可以过去看，很近，不过已经有很多听说要疫情期间要实名制。他实名制的报名都满了，
但是我们是在地人，没关系，因为那是我们的生活空间，我刚好经过啊。我刚好经过那个因为实名制一下就满了，对，很多外面的那个的学生啊、老师啊什么，有听说很多人会来看。今天下午啊、哦，他们现在就在进行活动了，然后到大概四点开演，到六点以前结束。百年芒果树。绿色走廊旁边啊，快进去啊！在芒果树那里。百年那个百年芒果树，梅树哈。就在梅子车站旁边，往上走，往东市的方向走。好，那这个石干妈妈剧团，大家都知道，很有名哈、哦。那个，他们这次是跟新加坡大学有合作一个女性与劳动的探索吧，女性的身体跟劳动，这也是一个女性议题为主的影片，女性议题为主的影片，不是影片啊，是剧场，讲错了，女性议题为主的剧场。好，那婆婆妈妈很厉害啊，你看那个南投中寮塔巴湾，他们办什么阿嬷料理擂台上。哦，每个人做一张出来拼一下，还有投票，你看这投票用那个贴纸贴哪一道菜，大家去品尝，投票，观众投票，不止观众而已，不加够的啊，有可以说的，擂台赛，做了很多，他们那边产龙眼嘛，都有龙眼醉飞，这个应该是什么龙眼醉飞危机。老师，他们妈妈自己做那些菜，以后他们就可以成立一个叫做那个套装宴啊。是啊，但是要有游客啊。先办来自己吃啊，先试吃，对他们做。哦，那个再来一招就是。重视黄金志工的凝聚力和影响力，不要很多农村社区都一定会抱怨，哦，我们都没有年轻人，没用，怎么样？不是，年轻人都，如果年轻人都很闲，都可以来参加活动，表示他没有工作了。不是不行啊，你自己的儿子女儿也跟他这样，所以比较有空的反而是黄金，我们说黄金志工，就是从热脸到。正式的可以参加老人会是65岁嘛？乐龄是55到65嘛？乐龄是60到55，65咯。反正这一批慢慢退休的将近退休的，反正比较有时间。那如果经济基本上还可以，那差点反正是重要的志工来源，就跟我们常在座的很多人一样。我们现在很多农村的志工队其实。你看关怀巨人的志工，都嘛50-60岁，再照顾70-80岁，60-70岁照顾70-80岁，那等到自己70-80岁就换别人照顾我们了，哺乳我们，所以不这样不行，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去住养老院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一个是，即便有钱，有些阿公阿嬷也不愿意住养老院啊，不习惯呐，所以要在市区里面养老。那社区养老就要有很好的志工体系，政府可以派人来服务我们吗？派很多人吗？不可能，就补助你一点钱，让我们建立这个关怀据点，如果再重一点的，比如说已经不是健康跟亚健康，就是比如说失智失能哈、哦，它有分轻度跟中度，轻度的社区长照站，乡农长照站也有，我们石冈也有啊，那个就不是每一村都有了，然后再往上就要到 B 级的，到 A 级的，那个就看失能失智的程度，所以一定要建立这种社区照顾体系，因为我们是进入高龄化社会了，超高龄社会即将来临，在5年后，超高龄社会4年，听说2025年，就我们就那个我们现在已经是高龄社会嘛，13%以上是高龄人口，然后。2025年会达到18%-19%的，超过18%就超高龄社会了，好，所以要重视黄金志工哦。你看这些包粽子的，你看包粽子要送给独居老人，端午节的时候，那、这些年纪也都有一些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要重视自己的能力，我们那个
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要走，所以你看种树的，就是都是乡下鹿谷乡出乡社区哦，只有一个妈妈比较年轻的媳妇带着小朋友来，其他都是阿公阿妈，种树救地球啊、哦！你看这个卢老爷爷当年照这张相，82岁，跟我们两个同姓，崇伦社区。前年我有问那个前总干事，他说还健在，他是社区公班的班长，现在应该是快要90了。社区公班的班长，他也是社区的常务监事。你看他们在改造铁路旁边嘛，那个废弃的那个凉亭，还有习实验啊，抢救走蔬果啊、哦，有一些菜市场不好长得丑的水果啊什么啦，他们去收集起来，办那个叫做习实分享宴，你看都是阿公阿妈啊，黄金志工啊。还有帮助弱势者自己站起来、哦、就是给他们舞台和成就感。那个原住民部落南投信义乡双龙部落，很多身心障碍者，你看这个不是眼睛看不见，就是脚是装义肢的，都、就是障碍者，然后他们以前在社区，都被叫做那个马路英雄，为什么？很多人喝酒喝醉了，睡在马路旁边。因为觉得人生没有希望，他就靠喝酒过日子。四重组的乐队，他们就不是马路英雄了。还可以出去表演，有一点赚一点酬劳给社区。那个安排最重要不是那个钱，不是给他们表演的钱，是那个给他们自信心。对他有成就，给他舞台跟成就，他就会有信心的，就不会被马路英雄每天就喝醉酒，但倒在路边，他说，这些身心障碍的，因为这个 keyboard 手是正常，而是社区里面的干部，比较年轻的，其他都是那个身心障碍的，帮助他们自己站起来很重要。好，参与跟动员其实是一体两面的概念，那个。最省力的动员就是什么？社区居民自动自发的参与，所以内发的参与一定胜过于外加的动员，动员也说明不了。我刚刚讲过嘛，长官要来，或者是要评比竞赛，社区有时候有一些竞赛什么的，你还是免不了要动员。但是自动自发的参与是最好的啊。那如果你要动员呢，你就要做好社区组织的经验啊，就是说。多建立一点干部，然后分层负责。譬如说，我们有某某志工队，就会有大队长、区队长、小队长等，或者小组长这些，这些那个团体。你要通知的时候，不是总干事一个人一个人打电话，只要总干事只要通知三个组长、三个队长、小队长，那小队长就会通知其他人。这样要分层，才容易动员啊，并且赋予他们职务，他就会有光荣感。你是大家来推荐一下，那你们这十个人一组，你是那个区队长还是小队长还是什么？给他们光荣感，给他们什么？这是有组织、有层次、有分工的动员，这个是最，这个我们要经营的是这样的组织，这样的组织。好，可是既然要自动自发的参与，你就不要老是用拜托的、强迫的动员，那这样最好的方式就是什么？快乐玩社造啊，用玩的心态，快乐玩社区营造的相关工作，不管专题硬题，就变得很重要。不要老是要求别人牺牲奉献啊，这样你就会找不到的。一开始发动的那些从很多事情开始发动，都是从志工、从服务开始的。而你走到最后，如果你还一直这样，你就会走不下去。就是我们大家一起来玩，然后，而不是那个老师要求别人牺牲奉献。好，台中市敦化社区他们的那个敦化公园里面有一块市民农园，是当初参与式社区他们要求设计成这样留下来的。没有，你有看过哪一个公园会有市民农园？没有啊，就在旁边种花种菜，因为什么？他们旁边都是大楼嘛。大楼有没有那个像我们乡下？我们乡下不，我们乡下弄个市民农会，没有人会有兴趣吧？张三哥，你家旁边就是自己种了，每一个人家里都有很多地，连我家，我这种不是农民的，我家后院都有一块小地方，
啊，那所以都市就很重要，都市小朋友亲近不到土地，所以他们就用了一个可以种花、种蔬菜，目的不是为了赚钱，是为了接近土地、接近自然，所以他们就当初就这样，就在这种建议底下留下公园里面竟然会有市民农园，然后由协会认养，因为政府那是工地啊，然后公共的地方啊，啊不能随便给私人啊，所以一定要协会去公园认养同意，那你就可以使用。哦，这个五里铁皮厂啊，崇伦社区，它那边有很多修车厂，就是在那个铁路边的，所以他们就用了很多修车，不是有很多废弃的不要的材料嘛，就拼装，做在社区嘉年华的时候流行，这个小朋友最喜欢的，海绵宝宝，做社区特色嘉年华，大家扮装游行，这个就用这个爸爸就用了，你看那个这是什么轮圈还是？那个像喇叭，就是音响喇叭的那个外面那个罩子。啊，那个钢圈。你看，这都是很多车子的零件去拼成的，因为他们的旁边有火车经过，所以他们嘉年华游行。就做了一个动手做了一个火车头，那这个社区产西瓜，苗栗后龙关保社区，他们在二十几年前开始做社区营造的时候，我辅导的，开始种有机西瓜，现在很有名，有机西瓜很有名，后龙关保他们挑西瓜竞走比赛，你说有人看不到西瓜？因为这是老年族的嘛，这个是青壮年族的，这个就吃力了啊，这青壮年族，他们为什么会挑西瓜这个比赛？因为他们社区办西瓜文化节嘛，办西瓜文化节开始种有机西瓜，想要然后广告宣传行销啊，那就办西瓜文化节，办西瓜文化节呢，那罗老师就跟他们说，你们要设计一些游戏活动啊，才好玩啊，毕竟这个活动是跟你们的。种的西瓜有关的，跟你们的劳动有关的，他们自己就想出来，那我们平常常常要挑西瓜啊，那挑西瓜竞走比赛啊，后来挑竞走比赛，可是要分组啊，不公平啊，阿公阿嬷里面只有一颗西瓜，所以你看不到，里面一颗西瓜，你看这个阿嬷还赤脚，还赤脚，你看这个旁边在看的人笑呵呵的，那个穿着打扮应该是他们村里面的人吧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时候活动比较开，自己要玩得很高兴，不是只为游客设计，为游客设计的，这是青壮年组嘛，好玩的，青年组，那就是要给卢老师挑战，卢老师也快要进入，我车票还没有半价呢，他挑，这个卢老师，你来讲啊，搞不好，卢老师你现在还是这一组吗？对，你这一组了，我们要这一组了啦，挑一粒的啦，两粒啦，一粒啦，看这个装扮，这是游客来了，这是什么比赛？吃西瓜比赛，没有那么简单啊，肚子，吐得准。要吐到碗里面才有算分数，预备开始了啊！时间到，真的，也是他们设计出来的啊。我要说跟你们的西瓜有关啊，这不是我设计的哦，是他们设计的哦。然后预备开始，哇，大家就，你看这个吐在外面都不算分数哦，对，然后你看穿着打扮，游客来了，这是外面来参加的。所以可能第一名就是有机西瓜一颗，所以过了几年，你现在看他们现在湾宝的西瓜是价格是提高还是提高？是提高，有名了嘛，并且他们的地名占了一个优势嘛。湾宝他们就说了，如果是我们湾宝就是台湾之宝，我理解，人家命这个社区的名字就取得好啊，对吧？湾宝，他说我们是台湾之宝的简称。环保社区在后龙，
好，那这个是凤林哈，在花莲一个废弃的警察宿舍哈，然后要就去申请认养，然后要改造，改造啊，社区把它改造成一个可以参观的文史的的资料的馆所。可是你不能只放了一堆文史图片啊，这样太单调，没有人要看啊，他们就有一些设计。好，现在再不跟我们导览解说这一对年轻人，当时国中二年级，他们有训练那个青少年的导览解说员，这个也是事情都可以做，或者小小解说员，让他认识不一样的东西，可以对别人讲。这个你们觉得刚刚来问我今年社区到底要想提什么，有人已经说我要用社区阅历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小小解说可以跟国小合作，国中好稍微难一点，因为国中要升学，还是虽然说这么多元入学还是有很多老师啊，国小会比较容易，现在很多地方都在推。好啊，这个当时的国二现在应该上大学了，当时国在跟我们导览解说啊，这个是正常版，就是进来就挂了一些社区因为文史嘛，老照片啊什么他在解说，但是有一个比较特殊的，因为是旧的警察宿舍嘛，那个标语哈，拍咯唔当家哈，守法为荣，吃过必遵住了，对，改对，但是接着就不一样了，这是警察局以前的旧的那个派出所，是不是有拘留所？啊，拘留所啊，他们就说我们这些老人家哈，那布置什么的没创意，就找国中生、高中生他们来弄，他们就跟他画漫画，画漫画，就画了这个什么新来的给我扫厕所什么的，看屁啊，在穿裤子，看到那突然有个概念，后面做一个身高的刻度表哈、哦。有，等一下你就会看到。被你猜到了，下一张就是。猜到了。那个前面还要说。嫌犯档案，然后身高，这个身高都有点膨胀。卢鸿明应该是差不多176、178。这一层已经到185了。不然前面那个牌子应该信说。啊，这是嫌犯号码。当然也有人写那个罪名。写罪名。那么吃那个。写多少之类的。那写一些有，要把它变成有趣的啦。这个就是栅栏嘛。然后就贴了一张标语嘛，严禁踩大栅栏或者以业役罪犯。一颗罚金3000。这栅栏不是真的被关啦、大家就赶快照相啦、就是把它搞得很好嘛，连照相人都笑呵呵，有看到吗？就现在我们台湾四号联盟的副理事长李俊林老师，里面是副秘书长吴鸿明，宜兰的，一个是新竹的。好，这样还不够，哇，里面就准备了一些服装，叫我们去自己挑自己换，都是当年日据时代的那种服装。就那种服装啊，你看他就在看好戏了。这个国二的导览的，你看他笑成这个样子，我们在跳嘛，对不对？那准备看好戏了啊！你看这个，我们这个平溪社区的高温度理事长都打扮成日本警察，威胁可怜的台湾人民呢。嫌犯就是刚刚那个说，现在是副理事长的宜君老师嘛，那个有手铐，这个是谁？我跟那个台北市木栅某个社区的前理事长，然后我们就被拷在一起，然后来照相，那个嫌犯哦，然后我们就笑成那样子。你要他们说我们是什么罪？鸳鸯大盗。就现在说可以免，现在可以不是鸳鸯大盗，就现在可以免除刑责，免除刑责的那一种。充电罪啊，我们敢。除罪化不是吗？现在就是说有民事责任，不是完全没事哦。人家可以求偿可以什么，但是呢，刑法不干涉私人领域的这种事情了。但是民事可以求偿。除罪化，就是他说我们那时候还没有除罪化，那张照片照的时候，就我们是被他们起哄。搞去照这个照片啊！不过你知道很好玩啊！
啊。接着谈那个四星志工哈、哦，怎么招募？四星志工招募你们都当志工哈、哦，那不会是用那个电视广告啦，用传单啦，一定是用人际网络串联去招募志工哈、哦，这个是最常见的吧？有兴趣的再来鼓励居民参加人才培训成为志工。那个，譬如说你要提文化局设计到点，就有12个小时的培训。最近会展开，5月份，要先报名参加培训就可以提案，就可以有几万块的补助，可以让你做设计阅历，可以做什么之类的，然后那个参加培训啊。然后借由社区营造活动也可以招募志工。刚开始不是常态的，只是参加活动的志工来帮忙布置会场、摆桌椅，到最后慢慢的就会变成客家饭馆志工队，都是客家人的常态志工。最后一个是邀请外面的专业的人士来担任志工，特定议题，要协助或者跟大专院校合作，他们现在强调要服务社区嘛，服务社会，有那种合作计划。大学社会的计划之类的。好，这个是城市型社区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这都市型社区大楼。那我们现在我们都是住乡下嘛，对不对？我就这一段就先不讲啊。不过大楼也有这个很好玩的，你看大楼啊，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。那个烧金子的吗？有，这基隆八大楼那大厦，然后呢，这个太多了嘛，对不对？很难看嘛，对不对？他们后来因为经过会议，志工队开会，就决定跟11个社区大家就公共香炉，并且用你看用一个金宝宝，一个银宝宝，金子嘛啊、来做，就是大家要烧都到这个地方一起烧，然后平常不烧的时候放在停车场的一个空间。地下停车场，这个是一整排，每一家都一个，你也不能在那个大楼，你也不能在，你住5楼，然后你在你的门口烧啊，对啊，所以一定要到1楼来啊，所以他们干脆就经过讨论，就做了一个，那个可爱造型的，那个金子啊、哦，那个公共墙。他们还很多了，改造的椅子啦，都社区正好有人才啊，这个就先不谈了啊、哦。他们有改造那个会计的楼梯转角空间，小朋友都有参加，小朋友啊，好泥塑啦、纸塑啦、漂流木啦，好，这个就先跳过这个不足以讲了哈、哦。还做到户外空间，还去协助别的大楼摆空间，那也是巴塞隆嘛。来去教别的大楼怎么做，因为他们很会做那个废弃不要的杂事用纸，然后老师经过协助他们经过处理，就可以贴到椅子、桌子或者各种器材上面。那个叫做纸贴，什么贴？这边有拼贴艺术，他们大楼里面正好有这样的专长的老师，所以都越玩越有趣，连外面的柱子八上楼那这样，外面的那个。电灯柱啊，什么的，都被他们改造。那个下雨日晒，基本上还挺了很久了。不会弄掉。并且说是不要的杂志的纸上的图案，都可以用。他们社区都会来得奖的很多，就这个巴塞隆纳啊，很多奖啊。后来还跟那个香港。的明爱社区服务的那个一个非营利组织、啊、交流，基隆的公益大厦是他们去示范讲解啊，去分享经验。对，这是那个巴塞隆纳大厦。好，那个只是要告诉大家志工怎么找到的啊，找到共同的需求，讨论形成议题，然后进行志工招募，创造初步的成果，用成果再吸引更多人参加。然后形成志工的组织，叫社区自组织，这是大陆的用词，然后因为大陆它有书记跟那个党支部委会，什么党支部的组织嘛，村委会啊、村民委员会，然后选主任，他们主任那样选的，居委会就比较都市化地区，居委会也要选主任。除了这个正规的主任，他们这几年在推动各种志工队，我们在台湾叫社区班队，他们叫社区自组织，
就是说不一定要立案登记，有人就专门在管理那个道路，那个爷爷奶奶组成那个管理，在上海的那个河边啊，劝阻年轻人丢垃圾，他们自己捡垃圾，会穿着背心，有的帮老人家理发，有的改造那个公寓大厦第一楼有一些绿地，绿手指工作队他们也有。这几年呢，也都在推动，就是除了正规的党政组织之外，他们也提倡居民要组成自己的组织，所以这个观念一直在改变中啊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叫社区班队，这就是在地培力哈，英文叫 local empowerment 的重要一步，各种各式各样的，你喜欢种植的去参加环保志工队，或者在动物叫绿手指工作队叫什么？你喜欢的文史调查的，喜欢摄影，参加文史工作室文史调查队，这样之类的，各种不一样的组织哈。好，那个台湾的社区发展协会呢，一般以下可以建制一下这些组织，有的是属于村里长办公室的，比如说社区巡守队、守望相队，有一些是村里长自己带的，然后还有农会的组织，世界会、家政班、产教班，学校或庙里有家长委员会、庙管理委员会，这都是公共事务的参与。这里面应该就有很多人是庙的管理委员之类的吧？懂吗？应该有哈、哦。然后呢？还有各种自己组成的协会，比如说张玉彩老师他们的客家民俗文化协会，然后这不是社区发展协会的协会，而自己去申请政府而成立，像这边的石冈人家也得到协会，然后呢，最常见的老人会，有人叫长青俱乐部，有人叫长寿俱乐部，基本上就是老人会，这个在社区里面大概最多，台湾的最，那妈妈教室也很多，然后呢，土文舞班，我们这里有土文舞班的班长，土文舞班不一定每一个社区有，就比较少，环保志工队不少社区有，但是大概比老人会、妈妈教室少一点，环保志工队，然后呢，也有年级舞班啊、什么啦各种的，关怀据点现在越来越多，台湾现在有6000多个社区，然后在农村里面有4000多个，就非都市计划区，那关怀据点已经突破2000个了，这是政府的政策，这个一定就是我刚刚讲的社区养老，然后另外一个农村再生的据点，农村再生计划。也有将近1800多个到2000个，但是有的在培训中，正式通过核电在执行计划的还不到1000个，就是比钱比较多的啦。当然这些都产销班，属于那个农会或合作社系统的都有产销班哈、甚至有的社区有生态导览解说队，那个像汤米社区，他们讲解青蛙，最近又多了一队讲蝴蝶。他们这几年又呼吁了蝴蝶，呼吁蝴蝶，所以、又是也要考试的。讲青蛙跟讲蝴蝶，不是我一张证就可以通通讲，要考试认证，有老师培训。好，那社区班队的经营就是说，有一句话叫“不一样的人玩不一样的鸟”，不要想歪了。你去北京天坛公园，现在还有很多人在遛鸟，就是以前那个台湾早期也有。什么有人也用十分鸟啊，什么鸟哦，还会讲究，还会比拼。哦，我的这只鸟啊，谁的比较会叫，谁的唱歌比较好听。很多都是年纪大的长辈，那是陪伴他们的宠物。这真的啊，这句话没有黄色的意思了嘛？不一样的人，不一样的人，真的就是在讲像北京天坛公园那些老人家。以不同的兴趣或专长组建工作，不是要求每一个人参加所有的志工队，不一样兴趣的人参加不一样的，然后文史的、环境改造的、社区文史调查、摄影记录，这个都很重要哈。像我们刘宏远那个理事，他就是很喜欢摄影，现在变成我们的专业的、专职的，所有的社区活动的。文化活动的各种记录，包括我现在在讲课都被他记录到。好，那我们怎么选社区自组织？就我刚刚说的那些班队的领导人呢？三大条件啊，热情、人员、能力。最重要的是哪一个？热情是第一个，其次人员好的优先，能力放在第三个条件。
能力可以培养，不一定能力放在第一，热情跟人缘有时候很重要，但是能力可以慢慢透过实际运作操作，它就可以培养起来，好，要善用鼓励跟表扬的策略，多鼓励，多表扬，例如常常颁奖，一奖状很便宜，不要吝啬，加个框也不过，你大量定制也不过，现在大概100块吧，以前早期定做我记得是90块、80块，到时候我就可以定了，是吧？那现在大概要100多了，但是也还不贵啊，那一奖状最便宜啊，多鼓励哈、那个颁奖多付出的辛劳哈。就是当年我们办的一个向长青社造产品导览之前，都是高龄的，都是长辈的志工，到长辈还在当志工，然后我们就表扬，年龄最高的有到90出头的，最低的也有68岁，好几年前，向长青社造产品导览之前啊，然后这个条，没几点。时间到了，好，那这个你们讲义上有哈，自己参考，有教你们一些基本上的组织者，就是说组织者不一定是理事长，也不一定是总干事哦，施工队长什么，这些干部基本上就是一个组织者，你可以有一些技巧哈，那个我有列表哈，比如说那个聆听在前，发表在后啊，表为陶，损为问。你才能带动别人啊、不要老是去指导别人，那都是你的意见，那这个你很难的，先听听他讲的、再来补充我们的意见啊、等等，那个他的角色扮演啊、那个社区组织者的角色转换，就是说你不一定很全能，我刚刚讲的这些角色啊、那个不一定你每一样都很厉害，你可能是专长，有人比较常于沟通，有人是比较擅长做那个协调整合啊、之类的。好，那所以在不同的情境或你不同的位置，你不同的人格特质，你会有不一样的角色转换哈。好，最后结语，就是我们作为一个社区的志愿者、工作者、组织者，最重要的终极任务，终极任务，不是不可能的任务，不可能的任务，终极任务。很像电影片哈，很像好莱坞电影片终极任务，就是要让100个人向前走一步，不是要一个人向前走100步。记起来，我们在社区里面做工作，不是把一个人弄得很厉害，结果他回头一看，后面都没有跟上来。那像这种状况，你说在战场上你就死定了。就是像你一个人啦、冲啊，你很厉害啊，100个人。一起向前走一步，就是我们的最重要的终极任务，而不是一个人向前冲100步，那个人很厉害。这个给大家做最后的参考。我们所有的社区工作，你们今天会来这边听课，有人是社区的理事长的，但是我知道，很多很多协会的，那什么管委会什么，好，就记住这一句话，让100个人向前走一步，一定很重要，不是一个人向前走一百步，以免你一回头发现你后面部队都没有跟上来。好，以上，谢谢大家。